它这个布料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啊，就是很轻柔的这个棉质布料，对，好，那穿在身上呢就很适合我们现在马来西亚这个炎热的天气，对，而且就不失这个时尚感的同时，又可以很舒适的。再提一下，就是它这个衣服。 哦，它的这个裁剪呢是有一点点收腰式的，看到吗？它这有点收腰式的，所以看起来呢，这个穿起来比较立体，有曲线的美感，我们女生最爱了。是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每一个款式的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set A 的原理系列，跟我们这个 set B 呢都有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折边。 对，这个折边啊，折边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设计裁剪设计，其实它手工也非常的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放一下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收尾啊，这个折边的收尾呢都是很精心去打造的，很用细哦。对，而且呢是这个 衣的这个底部哦，剪裁也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除了给你介绍这么棒的一个套组呢，我们还要教你如何穿搭得宜哦。哇，这么实惠，马上欢迎我们的专业造型师 Rachel，Rachel 你好。哎，小玉，你好。是啊，那这我们看到身边这三位模特哈，是的，刚刚才的这个穿着打扮，哎，有一点不一样哦。是的，现在是休闲风。 那当然，现在第一套要介绍的是运动风嘛，是现在非常流行时下，大家都说 sporty sporty， 是，对，这个圆领的灰色上衣呢，就非常适合做 sporty 打扮。哎，真的没有想到哈，我平时呢，可能我就以为说，哎，只是出门穿，对，原来我做运动呢，也可以穿的那么时尚，搭一件简 简单的运动裤，然后如果你想要造型有点感觉，那就可以把你的外套就系在你的腰上。 就变成了另一种 sporty 风。哎，真的，我做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就是看住我了哈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其实这个这套衣服，这两个套组哈，就从刚才那种可以进得了办公室去见客户，开会的，至少是这个就休闲室，可以跟家人啊、孩子一起去郊外，这个野餐等等的都非常的适合。很棒。OK， 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，是这个就是周末逛街式风。 就是对逛街风，可以去看电影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？那我们就用白色 Henley 领的做一个搭配，简单最 basic 的，然后把它加牛仔嘛，大家都有牛仔裤，牛仔风，对，是一定要的。 那牛仔裤搭，如果你想要有一点造型感，那就搭另外一件外套，多了一个层次的感觉。但是这个外套是松身的、柔软的，那整个 feel 呢都是非常的舒适，周末风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整个感觉又不一样了，看了就好像要去逛街啊、去约会啊，很悠闲的感觉哦。而且好像很年轻哦，真的，整个搭配跟年轻很多，很时尚，而且呢开了那个钮呢，呈现出来感觉又不一样了，很潇洒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又有点小性感啊。像维斌之前 说的是脖子跟肩膀之间的距离就已经拉开了，对，有几项了，这个是，OK。那另一个呢？这个我又比较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它又有一些小女人呢，好像呢我们平时也喜欢的一个装扮。这个就是约会风，我觉得约会风，对，女生嘛都想要去约会，都希望有一个穿出这个少女的感觉。你看那个腰部呢，很明显的就出来了。对啊，当你有一个高腰设计的话，它和其他的 上衣呢，剪裁非常搭配，真的，所以就把那个衣服 tuck in 进去，穿进去就是了，这也是休闲，但是它高雅一点的休闲风。对，其实你不说，我倒不觉得，倒没有察觉说，其实他们三位都是穿着同一系列的这个衬衫，因为完全这样穿搭一下就看不出，对，就完全看不出是同一件这个衬衫。对，所以三种不同的搭法呢，就三种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场合，还有不同的心情。哇，果然是设计师的名师。 出的这个高贵的这个产品啊，对，所以说呢，无论啊，就是你选择哪一个色系啊，都可以让你呢穿得大方得体了，而且呢，它非常的美观，也可以呢，就是让你穿出你的个性。是，所以我们说这个白搭不是盖的哈，真的是我们刚才示范给大家说，给大家看。 就是说，这个同一系列的衬衫可以这样多不同的变化，穿出这么多的不同的感觉，这么多的这个组合，可以让你出席不同的场合。是的，就好像现在我身上呢，也是穿着秀中秀呢其中一个系列啦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就是有纽扣的一个设计。然后我其实自己呢，私底下也是比较喜欢做这样子的一个打扮，是，就是可爱。
就非常适合小玉，未来我没有可爱，我是甜美。之前呢、啊，就粉蓝色嘛，你看它穿起来粉红色也非常适合。那如果觉得粉红色太可爱了呢，就可以搭一件深灰色，颜色比较驰骋的颜色。啊，就看你个人喜好了，或者甚至是可以是灰色搭灰色也可以，或者灰色搭白色其实也可以。它总之它就不会撞色。哦，就是粉色系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柔美一些的，对。那这个剪裁我们配搭的也是一个紫身裙，非常适合。哎，我觉得他说他真的百搭。如果我外面搭一个牛仔的，就是吊带的牛仔裤也是 OK 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变成另外一种感觉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无论任何时刻啦，都可以给你带来一种非常优雅，然后又自在的感觉。